每天有跑步啊，或者是其他的体能训练。我特别喜欢写作，所以我写日记啊，或者写文章什么的。我对饮食，我尤其是对女孩来说是不能因为想瘦或者因为你觉得瘦是漂亮去控制饮食到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地步，因为其实美不是瘦，美是有力量，美是能做到这么多不同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看我腿的时候，不要看它觉得哇，今天腿好粗，但是我要看它觉得哇，你看我这个腿，这两个腿，能在空中跳这么高，能翻这么多次，能做以前女子或者任何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对吧？我能跑这么远，能跑这么快，我是这么有力量的。